你鲁南回上的时候，应该是用加工机从英哥换。因为第一站就在这里吗？对，第一站就第一站在树林站坐车嘛，对不对？他从树吊开进，树吊开过来嘛，啊，第一站停嘛，开到三家停。三家嘛，三家那边。三家是那边啊？三家是那边啊？树林车站没有啦，三家那边，三家在下面，三家下面。所以我刚刚，所以他才要这样。我嘛刚刚你是不是偷看？你好，我正在考证。往三家没错啊，那活动三家，所以经济停车不要开进来。所以他边走才会。我都话谁跑？到这里会进来是？台电。茶店进来，R40进来。进。对啊，应该要到三，你要开真理车店来，跟三家等。对啊，三家就到三家了。三家就是早晚不好。啊，他们看了，所以以茶店哦，对了，茶店这样进来嘛，两一柴店跟电机接这样子啊。你说三家那边树吊站不在那边吗？树吊在那边啊。哦，树吊站在那边。你看火车跑的多。那边的最右边那一轨是进树吊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也先开来家。对，这边起点。对。哦，所以你刚才说从这边起点进来，然后再哦，那就是R40进来嘛，再拖出去，他不会在这边掉头嘛。对。因为这边就没有火，没有蒸汽火车头。今天有啦，就静态的啦，就开进来之后，除非你不上车，你在这边拍它离站。可是拍它离站。对，你要不快要进站的话，就变成，要不然还有一个机会啦。这是三家。三家等它。这是三家去等，就是要到三家等就对了。对。他就等要到三家等。